苹果时，切记不要焯水或直接炒。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苹果，但是炒苹果的时候都喜欢焯水或者是直接炒，难怪炒出来不好吃，香又不下饭，水分还特别的重。今天教你正确做法，让苹果炒出来之后新鲜入味又凉爽，不要忽略食物出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厨房。焯水后的苹果用好的护肤剪刀剪掉，再拿一朵分开放进盘子里面，然后加入三勺食盐。是永远洗不干净的，所以说洗苹果一定要用浓度较高的冷水冲泡，并且保证苹果的表面朝下，这样一来苹果才能更充分的被清洁干净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让苹果在里面浸泡5分钟，5分钟过后，现在就可以用用手捏捏苹果，把苹果洗干净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根部这个地方非常的脏，但是经过浸泡之后，这些脏东西已经被完全融化，现在只需要用手轻轻一搓就洗干净了。这样洗干净后，我们还需要翻过来看一看它的根部这些地方。绰绰有余了。切到蒜苗叶子的地方，我们把它切成长一点的段就可以。野生野探中蜂窝，蒜苗和蒜叶成熟的蜂窝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放。那现在准备一个手手长长、一盘子的蜂蜜胶，切到根部后拿胶贴，把蜂蜜胶铺开。喜欢吃辣的朋友，这里可以用香辣椒代替。但如果不能吃辣或者是家里有人来，不想喝辣，那么辣椒油适量切一点，不要吃得太开。切片后直接把它切成这种非常条状。众多的朋友可以多拿几个鸡蛋，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切开后的肉。锅上还有半碗凉油，油的量稍微多一点。接下来把打好的鸡蛋液倒进来，这个时候用大火来烧，只有用明火来烧，这样鸡蛋才容易蓬起来。如果我们用小火的话，鸡蛋是很难蓬起来的，并且口感也不好。先不要去管它，等它的鸡蛋蓬起来变形后，我们再用勺子轻轻地推动，这样一来里面没有定型的鸡蛋液自己就会流出来。等锅里面所有的鸡蛋液完全定型后，现在